多等一下。我们的和你们的不一样。大家也休整一下，我们直播马上开始。这个直播马上开始。我这怎么好看的吗？这个面光好顶。要水吗？要水吗？哦，没有。要水吗？拿水。对，给他传一下。还有谁要喝水？要唱歌吗？啊？现在是设备吗？现在开吗？开始直播了。那个有三个麦，已经开始吗？对，有三个麦，然后你们可以自己串一下。好。开始什么？老师，我们直播开始，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好的，大家稍微安静一下，我们直播现在就开始了。粉丝朋友们可以听到吗？Hello， 听到吗？我们这次的直播在 InOne 的官博和新浪娱乐两个账号是同时开播的，然后我们的粉丝朋友可以去这两个账号观看。然后我们现在大家拿一下自己的麦试一下，拿自己进出的那个都可以。就是麦吗？对对对，是的。Hello。好的，那欢迎我们的一通万今天来到我们新浪娱乐的冲浪吧新同事。首先我们先一起跟直播间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吧。好的，来，好，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一通万。好，欢迎一通万。好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按照我们的顺序，大家每个人单独介绍一下自己吧。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刘宇，大家好。他的尴尬。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张东。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的立婉。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立哥。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的小九高清晨。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的林墨。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博远。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张家元。好累啊。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Patrick 尹浩宇。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周柯宇。好，欢迎大家。啊，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AK 刘湘。好的，那在开始我们今天冲浪吧新同事的任务之前，先给粉丝透露一个隐藏环节。在我们的开播前，每个成员都拿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挑战，有拿到吗？有。都还记得自己是什么秘密挑战吧？忘了。忘了。哎，那就请就是老师说一下刘宇的是什么，提醒一下吧。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我们要在接下来的环节中牢记自己的这个秘密挑战是什么，然后要想办法完成它，因为我们完成了的也有奖励，但是输的人会有惩罚啊。然后我们的粉丝也可以到冲浪吧新同事的官博去看一下我们成员的任务，来一起帮我们看一下成员的完成情况啊，来帮他们做一个任务的监督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冲浪吧新同事的入职挑战。首先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是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小课堂，然后我们有请到北京京剧院的于新泽老师。哇，欢迎老师。好。然后哎，老师往前点坐都可以。好，弟弟们可以坐了。好，谢谢。老师要不要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于新泽。哇，老师好。然后我们的这个挑战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男团，
所以我们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做一些小教学，然后老师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好好奇，进行我们第一个教学。很高兴见到大家啊，今天咱们先浅浅的了解一下京剧。京剧呢是我们的国粹，和中医、武术、书法、绘画并称为我们的四大国粹。京剧呢其实也是很流行的一种，在当时很流行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它也是通过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创新、不断的钻研，才变成今天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下面呢我就为大家就是先介绍一下，咱们先了解一下，咱们简单接触一下我们所说的世界名曲《定军山》选段。啊，定军山。北京啊，可以可以。期待。那我先给大家就是唱一下。好嘞，好嘞。好。啊，就唱两句啊。好。这一封啊，是新来的桥，编织黄忠臣功劳。哇，好。刘宇，好，好，好。我们有没有人想自告奋勇学习一下？我想学习，还有没有想学习一起来学的？我也想一起学一下，我也想学。但是我不知道嘴会是什么。老师，老师，你教那个头铜鼓那个比较简单。好，头铜鼓。对对对。头铜鼓占半灶，二铜鼓紧粘袍，三铜鼓刀出鞘，四铜鼓把兵交。我先演示一下啊。好。头铜鼓占半灶，二铜鼓金战袍，三铜鼓刀吃桥，四铜鼓把兵交。简单的唱一下这个。好，因为他呀，其实这个口不好学习，因为他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然后才可以去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要唱的不标准，这个不算一个坏事，是一个好事，因为您先了解了它，所以才会有更好的进步，是不是？是是是。咱们就先教一句吧，头痛鼓，对对对 ，first， 头痛鼓，啊，打鼓的，战犯走，二铜鼓，很好吗？金战袍，三铜鼓刀去敲，四铜鼓把兵交。非常好，非常好，学过了。我之前就有听过这出戏。四铜鼓，头铜鼓什么？战犯灶。头铜鼓战犯灶。战犯灶。头铜。头铜鼓战。好好的，老师，我鼻涕，唱出来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有纸吗？比较真实，我先接。我试一下，我来试一下。适合学一些轻音啊、小声的这些。好，那个我不行。这个要把自己呀、啊，要把自己归回自然。咱们这个传统文化讲究道法自然，要把自己的气息调匀，要这个就感觉自己一个人立身于天地之间。掏铜鼓，斩凡凿。老师，你开始。我看力丸和小九想学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周岩，是的，来来试一下。是的，学一下。掏铜鼓，铜鼓，怎么唱呢？铜铜鼓，战犯灶。战犯灶，可以了。好难啊！5、6、7，头铜鼓。张凡走，哎，走完了，你看，你看，好，一点，头痛的鼓，
走中歌，斩烦躁。加油！他们是一个人，试一下。我们加油，试一下。偷偷老师说就是要自然自信，自信自信，就是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alone 怎么唱的？对，偷偷我鼓，偷偷我鼓，斩烦躁，斩烦躁，哦，厉害厉害。OK， 不敢再做面光跑啊。好的，老师还有其他想要叫什么？咱们可以试一些身段，好不好？好好。就比如说呢，咱们就拉一个我们京剧传统的山嘛，就一只手，啊，就是要把膀子拉开。首先站好钉步，气沉丹田，用你的脚尖对准你的胸，再对准你的下巴，三点一线。就这就是三点。在这个影，我也教过很多这个考学的这种影视的这种学员，他们就管这个叫做身训。身段训练，他们首先就先学的都是这个。我们讲究三点一线，脚尖、乳和下巴成一条线，然后呢，抬起我们的左膀子、右膀子，然后手是一个成掌形，要这样，五指四指并拢，虎口张开。哎，对，很好，很标准，就把这手张开。山膀。然后抬起来拉开。山膀。这里吗？拉开。拉开。这么一种状态。有 R。对，胳膊要圆。胳膊，对，这里要是一个，对对对，然后这里要打开。由于地点的限制啊，其实已经很好了。对，这里是手，这边是个打开。好，好，好，不斩烦躁，斩烦躁。这是拉开了，我跑偏了。头痛不？哎，那我们是不是得拍张照了？我们一起摆一下，可以来，我们摄影老师，来三，老师我们一起，等一下，插个空，插个空，哦，大家把脸露出来，空我插一下空，加油插一下空，可以也插一下空，我这边左边，看得到看得到，好，都看得到摄影师，这就可以，对，好，来这里中间，老师要不要跟你一起摆一张？有点累，老师也来一个，对对，一起，好，中间。OK， 谢谢，谢谢。我们老师要不要点评一下？很好，大家都特别聪明，而且呢，对这个事物的接受也很快。希望大家多多吸取国粹。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好的，谢谢我们的一个。头痛，你再练习一会儿。头痛啊骨，头痛啊骨，斩烦躁，斩烦躁，躁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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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躁躁，头痛骨斩烦躁，头痛骨躁烦躁，躁烦躁，躁。这说的是《三国演义》中。好的，那我们开始下一个环节了。好，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是一个随机舞蹈的挑战环节啊，因为知道我们IntoOne是我们舞蹈教室的新推官，有展现过我们的这个舞蹈实力，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挑战环节。这个挑战环节呢，你们要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出一位成员进行舞蹈挑战。这个挑战的过程中，舞蹈是随机播放的，然后你们可以 freestyle 或者只要动作连贯就可以。如果中间出现了卡顿或者是掉拍，就视为挑战失败。这个小组的成员要和你一起接受惩罚。三个小组，每个组派一位成员。接下来我念一下分组，然后你们商量一下选谁出来。好。第一组是刘宇、林墨、博远。OK。哎呀，这么强。二组是赞多、米卡、张家元、周柯宇。哦。三组是帝王、高清晨、人口赞多是吗？浩宇、AK。好，现在第一组需要时间筛选谁。不用筛选，挑选。我们是大宝，我们是大宝。谁呢？浩宇。就你们三个。高清晨，高清晨。AK。高一下去跳舞。我的妈呀！没有没有。你玩。No.
好的，我示范，我继续啊 ，OK。哇！二周，二周看谁 ？Second team。张嘉。都好想选啊。米卡，真的表情，三组 Ricky Maru， 谢谢，来吧，小脚，真的，有谁想主动加入这个挑战？Someone want to join this challenge？ AK 吧 ，AK。不敢拦，我不敢。起来，一起来，被卡起来。我们在。完蛋了，大伯克来了。就在这儿，嗯，然后呢？你们动作小一点，被打到了。哎，林特旺，帮你占 C 位。我们四个是你的伴，我们四个顶级。是 battle 什么？我是 battle。不要！只要连上就行。连上就行是吧？连上跳的不要停顿就可以。那我做的。对。你这样的。拉拉时间长。来，参与挑战的往前。OK challenger from challenger from 往前站一点。真来啊兄弟，我感觉我上条。OK 5v5单。真不怕兄弟。对啊。可以，你们要不要先来做一个这个怎么赛前的方唱 battle？ OK， 这我觉得就是 B 那个时候那个皮皮吧，就我小败一筹，但是今天那他俩先吧，真是什么 AK 打的，不用不用，找死，你去，太过了。好，如果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就老师就准备好放音乐。哎，是五个人一起，那个他的 AK battle 五个人一起跳吧。六个。没有，可以，他说可以，老师说可以，来吧，开始，是五个人一起跳，我包在这里，大家准备好了吗？好呀，中心，来，好的，你可以啊，就开始，我要拉拉时间，二，没有 ，freestyle， 一，哇，林墨加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在管音乐。Oh no！ OK， 卡点了，跟着节奏 ，rhythm， 我卡点，我听不到。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哎，这好帅的，硬人，大词。我 AK， 零二，零二，哇！这花筒就太垮了，你给我加油，换个人啊，换个，你 AK 没有跟上啊，快死了，你靠你啊，你也靠，我们在干嘛，你们携带伞来，这太过来了，哈哈哈哈，这是太有风格了，你们来，来，手。Oh my god！ 好好哦！哇！不怕了，哥们，来一个最能叫的，来三招。健康锻炼，健康锻炼。啊！再努力完。哇！哇！观众，谁教的？来，可以了，OK。
来来来，别别别，别了别了，好。三加一个高难度的，三加一个在这儿。我觉得很适合啊，耶、yeah, 非常适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谢谢，谢谢。谢谢团战了，一千万级的团战了。太棒了！果然你们是团战。怎么样？累吗？累，累，好累啊！先别着急，收凳子。啊。对，因为我们现在要揭秘你们这个刚才这个获胜优劣情况，你们觉得自己跳的怎么样？来三二一，再投一个人吗？投一个人和他一起接受惩罚。Another pick one， 米卡，走。米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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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卡。OK， 好卡，来。我们老师来放一下音乐，王林走。你喝自己抽血不行，我喝36.8的，来一杯，37度感冒了。谁要水吗？来，大家先喝一下水，休息一下。这个，要喝水。我。有人出汗了吗？要擦汗吗？还好，还行。给他们递下水。啊。我刚刚没怎么跳，就是汗。刚刚那个环节你们不想给米卡吗？觉得谁给的？我觉得周浩宇就很水，你觉得？什么？一点都不隐含。但你看他的汗，我好卖力的，好努力的。哪里看哪里看他努力了，好力出汗，全穿那种红衣，你知道吗？啊，对。Pick me, pick me up。我们擦擦汗。我们怎么敢上去的？我在想。玩呗，是私下的跳过吗？对不起，私下女团，私下应该大家都没有这样，没有经验对吗？对，刚才都是发挥的，就是最起码看得出来，周柯宇和米小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对，我觉得周柯宇就是很水，我觉得他应该在这样的跳一遍。那你教他一下，好残忍，谢谢。看来我们需要拓宽一下自己的舞蹈领域。那你们想挑战什么风格？来正常点吧，先把正常的跳好，来先跳好吧。对对对对。好的，那大家休息好了，我们就接着我们下一个环节了。好。那下面这个环节呢，是一个可以坐着的环节了，是一个入职面试大调查。
这个环节主要是一个入职了解环节，每个人有一道自己的入职必答题，请大家认真作答哟。OK， 好的，第一个是刘宇的问题。刘宇的问题是，现在我们成团已经有一个月了，你对 Into One 的未来有什么期望？自己目前有什么感受？未来的期望，我就希望 Into One 每一次亮相都能给大家带来特别新鲜的东西，不管是面貌还是舞台。面貌还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每次妆容？对啊，每次就给对啊，是是是。你看今天我们就是清新的一种绿色的那种积极阳光向上青春的感觉嘛，那可能下一次就是比较酷的风格，所以我希望给大家一种非常多元，对，多元的，然后非常好看的样子，然后包括舞台也是，因为我们最近也在筹备专辑，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期待 Into One 后面每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哇！哇！那你倾向于什么风格？可以透露吗？不可以。那我们今天干？今天说好话吗？这不是完全不可以，言多必不放弃任何一个打折机会。你们一下就看穿了我的心。完套话了，惊喜一定要留到后面。我们第二个问题是问赞多。赞多的问题是，目前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觉得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趣事可以给大家分享？哦，感觉，每天我和朋友们一起鲜花，所以我每天开心。然后，然后呢？趣事有吗？最近胖了，真的，因为我中国菜我非常好吃，所以我很多次然后博远的cooking 菜，非常太好吃了，非常好吃，所以莫可以你再吧，你再看越来越棒棒棒棒棒，病的还是病的，棒棒棒棒。最喜欢吃的菜吗？最喜欢，小笼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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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啊！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力丸的问题。力丸是大家其实很好奇，你私下是什么风格的？然后可不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同风格的感觉的力丸？然后我们有五种风格啊，然后你可以依次为大家展示一下，对着镜头啊。然后现在是第一种，是常态状态下的力丸。这个。第二个是男友力的力丸。男友。你可以吗？你可以吗？刘宇感觉怎么样？他那个眼神一过来就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上台的力量。对。怎么这么开心？又生气。第三个是搞怪的。欢迎。也是这样。他做过。下一个简单一点。可爱的，这样就可爱了吧？可爱了 ，right。最后一个酷酷的，酷，行。大家觉得他平时比较接近哪一种？可爱的。他的反应会慢半拍，对，呆萌。非常，然后还很容易被吓一跳。对，就是你突然出现在这，你怎么在这？他有没有必要到后面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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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我们那天晚上六点钟，大家好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不这个的 ，Good morning， 不对，不这个，还有人想让我模仿一下吗？你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吗？你平时是这样吗？你平时是对吗？是老师，是的，啊，我们这么厉害啊！好骗啊！
谢谢朋友，谢谢朋友，我要笑僵了。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要问米卡了。米卡最近有在学新歌吗？然后可不可以现场为大家唱一下？哦，哦好期待。这是另外价钱。正宗。哦。啊，对对对。期待期待。你知道吗 ？Fly me to the moon。啊！我知道。一位一位。I need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st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非常好听，好听，哇，天哪！没有听他唱过对吗？没有。他老唱一些酷酷的歌，这种比较就是很听起来很性感的歌，嗯，就是私下偷偷练的，偷偷练的，偷偷练的 ，like secretly practice 秘密，嗯嗯，是的。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小九的问题。好。小九的问题是这样的，听说你呢语言学习能力是很强的，能不能现场？跟其他几位成员学学他们的家乡方言，这个地方希望大家举手报名一下，想有没有想教的？好的，那我也你来、啊，先介绍一下自己哪里人，什么方言？我来自贵州，贵州我来自泰国。OK， which city？ 曼谷哦，我是贵阳，贵阳、嗯、South and West in China。嗯，好。OK， 我教你一句贵阳话。嗯，膝盖，膝盖，在贵阳话叫做。开气头，开车，开气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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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哦，你膝盖，是膝盖，是开气头，开气头，就这个词就可以。你叫他膝盖中了一些什么伤？就是膝盖痛，那就是人家膝盖痛。怎么是膝盖痛？开气头痛，开气口痛，开气头痛，开气头。哎，其实不会的话，开气头，开气头痛，开气头痛。Yes， 来下一个，看这样这样，我这个是地狱级的难辨了。来，开心啷个恁个那个？真的吗？你啷个恁个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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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和郭亮老师一个意思。我来自东北。哦，东北。东北。这个也叫膝盖。哎，在我们这叫火力盖。哎，火力盖。火力盖。然后有一天，你的膝盖。摔到了路边上，你那叫什么？把那卡秃噜鼻子。没必要吧，这个。我慢一下啊，就是有一天你的膝盖摔到了马路上，然后出血，然后破皮了，就是把那卡马路牙上卡秃噜。你说吧，一次加一个字，你那个不对。卡秃噜皮。再来一遍。滚了盖卡马路牙子上卡秃噜皮了。啊，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吧？那其他成员想试一下吗？这个对我浩宇吧，浩宇，因为我们一起来做，来创作，有更简单的吗？对，就是简单的，必须的，拍水口，就是要很细节，也很细节。奶，对我们东北非常的魔性。哦，我想问，为什么你们一直加那个二？哦耶，麦片儿，张家园儿。因为我叫我自己也是张家园儿。
对，因为我很喜欢。你叫圆，这是一种儿，爱儿，儿对，我可以管你叫小九儿。对，是哦，是九儿，小九儿，我是小九儿，小九儿，我从今天起我是小九儿，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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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你们说的好几个了，记住了吗？啊，你的是什么？你啷个啷个累呀？哎，要弄了吧？你的铁西头，你怎么？铁西头痛。哎，对，铁西头痛，铁西头痛。很标准。不能尬，很标准。不要忽视我呀！谢谢谢谢大姐，谢谢大姐。我到卡马路要卡秃驴了。太难了，一个环节下一个。太难了，你这个。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好。天津话。就是管女孩都叫姐姐，嗯，姐姐姐姐姐姐，我也叫我的姐姐姐姐。我们在天津就是，因为我要是女的，70岁的也叫姐姐。因为我有姐姐，所以我叫她姐姐，姐姐，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因为我的家人是中国人，然后我有姐姐，天津人是吗？是我的家人，你的家人，我的 sister， 姐姐，姐姐，我叫她姐姐，妹妹怎么办？妹妹怎么办？都是妹妹，都是到处是姐姐吗？她要生气吗？对吧？我觉得她应该会不高兴吧。好的，我们现在进行到这儿，大家还记得自己的之前的隐藏挑战吧？记得哦，你来就过了。记得记得记得，仔细回忆一下啊，千万不要忘记完成你们的任务。刚才有同事提醒了我们。说你们好像有人把自己的隐藏挑战忘了。OK。啊，真忘了，找不到一个。我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好。没有人这么硬吗？哈不可以，自然一点。那这么硬，不可以。好 ，That was my mission。哦，我也完成了。怎么？我也完成了。你是什么？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就有启发，刚想起来。不是不是，我刚想起来，我已经完成了。哦，我也想完成，都是高手啊！帮我一下 ，OK。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李默的问题。李默的问题是有网友说默默的特长就是腿特长，对这件事你是不是认可的？当然，当然，别的不为人知的特长，可骄傲了他。当然了，我腿当然是腿特长，不服。真的吗？有不服的吗？你不服啊？不服。那你俩绝对不服。哎，比一下，比一下。有尺吗？有尺吗？到哪儿是一杯啤酒。那站着你吧，但你还高那么多，他鞋跟高，鞋跟高，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看谁跟高，看谁。但李默是比例好，对对对对，李默是比例还可以。那你们投下票吧，你们觉得谁是最腿长的？这样吧，送他们一个名字吧，筷子兄弟，好不好？就是多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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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今天才是一万的颜值天花板。还要比个高低？那有别的特长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吗？腿特长，你觉得什么自己特长？睫毛，睫毛特长。睫毛特长有不服的吗？米卡不服。米卡睫毛也很长，我刚刚发现。对对对对对。克莱比突然蹦的时候是最长。才发现吗？对呀，才发现。对呀。腿特长还。那你们俩都是什么？哦，我头发也挺长。他的声波很长。对，就很吵。他的脑回路很长，很长。就昨天我跟远哥和林默三个人在车上，就我觉得你才是英特尔的颜值天花板。那我就毙了，好吧？就不夸我了，我就不懂你了，我就不懂你了，知道吗？他认我，干那句话。我觉得你才是今天的颜值天花板。OK， 我干得到了，恭喜你，明星 complete， 下一个。恭喜小主人。干嘛？林默。没关系，什么？今天天天完成了，你们没有完成了，记住了。OK。好的，下一个是国远的问题。在。就刚才说了，说你和家园特别会做菜是吗？对。你觉得你们俩就是厨艺谁更胜一筹？我俩领域不同，虽然我没有吃过博远的，但是我觉得博远的还是要比家园好吃。哎，为什么呀？为什么呢？你没做过？因为这是筷子兄弟内讧。明白了吗？就是他们就兄弟之间。你们俩是不同菜系吗？是什么菜系分别？我一般做的西餐。黑暗和正常。怎么这么黑暗？你介绍一下。不要黑我好吗？你真的是黑暗。我做中国菜比较多。中餐，很好吃，太好吃了，有多好吃？我这就我一定要说出这个故事。就那天晚上是周柯宇的生日会，然后远哥为了庆祝周柯宇的生日，我们做了一顿饭。
但我们开始吃以后就已经没有人在 care 了。本来是周歌宇什么时候回来，因为他去拍生日直播。对，然后我们说柯宇呢说等一下吧，等一下，他刚进门来了吧，吃吧，管他的。对，就开始吃。但真的很好吃。是的，最开始我们说我们要减肥，明天有拍摄不吃，然后我们来吧来吧，然后他们吃完了。对，吃完了。那今天炒了什么菜他们这么喜欢吃？小炒黄牛肉，有那个鸭肉，有那个鸭肉，手撕包菜，还有排骨，很多。我最喜欢那个包菜。周柯宇吃到了吗？吃到了，全是很多，因为他生日是他点的菜。是的，都是你爱吃的，对吗？下次我生日我也要点一个。OK。你的菜是什么？现在就点。佛跳墙一个。还是你问的吗？水煮白菜是你问的。然后他上次他吃完问我，周柯宇就问了我说你会做佛跳墙吗？我说会，下次给你。这个哇，厉害哦。对。可是佛跳墙很难哎。熬嘛。是。真的。运作。好猛！这你们都没有口福。佛跳墙。我们下次我们说成员过生日的时候，我跟佳媛就是一样一半，就大家口味不太一样。佳媛她怎么可以自讨苦吃呢？你怎么能这样？佳媛，你辩解一下吧。他说你厨艺不行。你们没有口福，没有跟我吃过他做的菜，就是在那个创造营的时候的那个宿舍日记。你爱他，我也在，也在。他把一个剩冷掉的炒饭变成了一个焗饭，很好吃。这个也很好吃，但是就是一般吧。OK， 味道可以，卖相还是卖相不好。活量回不去啊，林墨。下次谁的生日就期待你的厨艺。因为他刚刚破我的梗。啊，你在复仇是吗？那你们要不要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拿手菜，郭远跟嘉远？我意大利面吧，做的比较好。哦，意大利面。我的话，我虽然是贵州人，但我湖南菜做的比较好。哦，对，郭远发言了。因为外卖经常点。我的话还行，你这离得不远。我一个东北人做意大利也没做好。我觉得我的水煮白开水还不错。闭嘴吧你！下一个问题，林墨在那个时候，当时林墨做了一个西红柿炒冰糖，给我吃傻了。还有苹果西红柿炒冰糖，他把西红柿冻得跟水一样。对对对，这个是从哪儿学的？米其林餐厅。你给米其林餐厅道歉。对不起，黄麒麟餐厅这个是。黄麒麟，知道我的老师是谁吗？老师 ，Brand Pakchat。哈哈哈哈哈！你老师是米其林，你是黄麒麟。那你下一次做菜最想让谁吃？谁不想活了？谁在我这里吃？OK， 感谢这位黄麒麟的优秀毕业生。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问佳媛的。哎，佳媛这个就怎么说呢？应该是你很擅长的，就是说想让你教大家一句你觉得最魔性的工具方言。没有，我觉得我说普通话说得非常的流利。你说的确定是普通话吗？我这样式的啊，我教你们一下。这样式的就是本万卡马拉雅的卡秃噜鼻了。 OK， 谢谢谢谢。哇，你还有别的更难的吗？这已经很难了，我觉得这个算巅峰了吧。我想更难的，你那个买了2000块钱那个夹头发那个，给他舌头夹一下。没有，就是为了展示你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你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为大家推荐几个东北菜啊。可以，我觉得我们家乡那边呢有好吃的锅包肉，然后有好吃的酸菜炖粉条，也有好吃的反正很多很多都是。有点不自然。泰国成员的吐槽好不自然。然后我这还硬了。差。OK， 加油！再说一个，来，重新说。因为我们营口盛产海鲜，所以说海边都会有很多鲜米溜子、玻璃牛，还有海锥子。哦，憋不住了。说的是东北话，非常完美。就是鲜米溜子、玻璃牛、海锥子那种东西，就是山里面挖的小螃蟹啥的，炖一炖贼好吃。对对对，然后吧，我是一个营口人。我对那个，然后我对那个海边的那个河边的过敏。OK， 不
上为什么他在过敏？你们要鼓掌。鼓掌。今天过敏了，今天自己就是不是？对呀、啊，老人海边过敏。因为我在海边生活，完了之后我吃海鲜有点过敏。啊，我懂了，我的意思是下次就一顿海鲜全餐。啊、哦，所以这个是你主攻西餐的理由。对。哦。OK。我家乡那边饭。这个鼓掌也太好笑了。好的，那我们下一个是尹浩宇。谁呀、啊？啊我。这个我觉得好难啊，因为我们知道你的中文学习能力也很强。是吗？有点绕口令。哇。哇。好的。可以挑战一下。他的脸写着救我。谢谢。哦，这个加辣椒跟焖北不喝。啊啊 ，easy easy。哎 ，rapper 帮我一下。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这老板，怎么说呢？炮兵怕把标兵碰，他们学校应该有教这个。你先说，然后我要模仿你。啪！有没有？来来来，给他一个口腔。有没有那个？先练个声，练个保鲜膜。哈！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哦，可以可以可以，北坡炮兵并排跑，冲冲，哈哈哈哈哈，一个水时间，搞笑，喝口水喝口水，啊这样吧，他们都能看，对，这样吧，北坡炮兵并排跑，北坡炮兵并排跑，跑跑 ，yes。炮兵怕把标兵碰，炮兵胖怕兵胖碰，炮兵怕把标兵碰，炮兵怕把标兵碰 ，yes， 标兵怕碰炮兵炮，加油加油加油，你可以的，标兵怕把标兵炮。炮兵炮 ，no， OK， 不是。标兵，不要你也太严格。标兵怕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标兵怕碰标炮炮，哎，等一下，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标兵怕碰炮兵炮。标兵怕碰标炮啊！标兵怕碰炮兵炮。哇，开心！哇，好累啊！来，最后怎么刘宇教一下他。标兵，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哇！哇！大师，太过了，太过了，大师。八百标兵奔北坡。哇，可以，再来一次。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兵，哪个外国人？哪个外国人？试一下。我也想挑战一下，是吗？爸爸标兵奔北坡。可以尽力了，可以的，可以的。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奔北坡，加油加油。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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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这个坡坡哦，八百标兵奔北坡 ，OK， 太难了，李默做很可怕，怕拍飘飘，很可怕，老师会这样教，真的吗？就是八百标兵奔北坡。后面你，后面你考虑。真的啊，明白明白。哇，好的。感觉怎么样？这一个。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真是太难了，老师。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是更难的。我们。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来来，八百。哪一个？哎，我听到有一个是什么事实是这个有。这。这个还好，四十四十四十四，这个比较难。是运动员，红
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 ，Red Phoenix， 红凤凰，粉红凤凰，粉红凤凰，这个比较难，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什么，黄凤。黄凤凰，粉红凤凰。哎，你慢一点，那么着急吗？太非常太厉害了，非常完美。好的，这个呢？好的，感觉你们已经陷入了任务里面，然后可以回去再回味一下。好的。下来我的问题了啊。哎，下一次是谁啊？下一个。他那边，他那边啊，他有麦，有麦。周慧宇的问题是：之前有带外国朋友们一起去吃煎饼果子，那你接下来有想要带他们尝试的新的中国食物吗？然后为什么选这个食物？鸡蛋。煎饼果子，下一次想带他们尝臭豆腐、螺蛳粉。耶，好喜欢，我也想吃，带我一个。没有，因为这两个，这两个我皮蛋、臭豆腐啊，对，还有皮蛋。皮蛋很好吃吧？你喜欢吗？喜欢，喜欢不吃，下一个。我都吃不了这些，你吃不了。因为我都吃不了。所以我想让他们也顺便替我尝试。你就是你这人啊，真的，你让他们胖，然后就是自己独美。榴莲他们应该都还好。榴莲，泰国产榴莲的，榴莲他们很喜欢。对啊，泰不是还有他们哦，对啊，对。然后臭豆腐和螺蛳粉。臭豆腐，这个也不喜欢吃臭的。臭豆腐，你不喜欢吗？我赛豆，对，我不太敢吃。你太敢，接下来大家吃。闻着很臭，别瘦，悄悄变美。臭豆腐，哦。哈哈哈哈哈！长，周慧宇，你喝过豆汁吗？没有。豆汁北京人吃豆汁，我没喝过。豆汁还有焦圈儿。哦，或者带他们吃北京的卤煮。卤煮还可以，对。吃过。卤煮。名高吗？就我吃卤煮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吃里面的烧饼。什么时候？明儿吧，然后大家听一下，周慧宇为什么要带你们吃卤煮？来来，我说，我刚说要带他们去吃卤煮，卤煮，卤煮，那副的，就是 fire and 后的，哦，他会吃的那个叫哦，我操，就是炒肝，哦，对，炒肝，炒肝也挺好吃，炒肝是好吃的。为什么是这个卤煮？哎，真的好吃啊！好的，那你们现在投下票，你们最想吃哪个？刚才大家说的所有食物都吃，都吃没关系，不要，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哦，带他们下回吃点东北菜，锅包肉呗。好的，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 AK 刘生，好，谢谢您记住我。好的，对不起。开玩笑。AK 的问题是。以后你的生活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比如说作息时间上的，然后你一般休闲的时候自己会做什么？成团之后发生变化，就是少出门了一点点，就是一旦有时间就会熬闷在家里，就是做音乐，然后就是唱自己 demo， 这就是住我楼下这个受害者，就每天他房间里面都是。It's out already from the interview. It's already out. It's already out. 不管是倒水或者拿东西，他的房间一定是有歌声的。对，一定是。但是他有很多的想法，写新歌。我每天都就拿棒。对，是我。对对，抱歉。好的 ，AK 控诉大会开始了，你控诉吧。还好。但是他写歌很好。真的他每天来，哎，你听这个很好听，自己写好爽，很好听。远哥，我最近写了个 demo， 你听一下。你想听吗？如果你不想，我想起我要请我唱。对对对，就这样子。但是个人觉得还可以，真的行，好听，真的好听。就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以前的话做歌都是给自己唱。然后现在写的歌就是我会去在里面就是想象每个团员的音色，就比如说刘宇唱哪段好听，米卡唱哪段好听，就是我要给团做歌，现在都是。哇，谢谢你，英雄。现在做歌的进度怎么样了？可以。就是等我们挖机老师拨款，不能说，没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慢慢来，慢慢来，在招商阶段，对，就是框架有了，就是招商。对，就缺一个招商，就是有很多东西就还在雏形阶段，需要把它 push 到一个最后一个成型。对的，他比较精益求精的一个。精益求精。那就有点累了。
太棒了。I know， yeah。 这个入职了解环节就结束了啊，我们粉丝应该也通过这些问题了解了大家很多生活中其他的啊一面和自己的一些平时生活中发生的改变。吵到大家了，对不起。吵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一个下一个入职了解环节啊，这个是一个了你们互相的了解程度的调查环节。一共有十个问题，然后我们道具的老师给我们成员分一下道具，然后大家在我问完问题，用自己手中的这个道具指出心中最符合这个问题答案的成员就可以。OK， 然后你们都准备好了，是这样用吗？示意我一下，我们就可以。我已经选好了。是这样用吗？哎，对对对，还可以耳朵。三问题还没有。大了一点，我觉得。为啥？为啥？大了一点，我感觉最近。最近好像就是啊，哎 ，We are in， 哎，哦，终于可以可以，这个，这个 ，We are into one， 是这样吗？是 into one， 谢谢。啊，对对，握个手，握个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打了 ，OK， let's begin。首先第一个问题，谁是队内干饭王？啊！所有人，所有人，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问题好多哎，好多人，都很能吃我。我也是啊，小九、赞多，我还好。你吃你不多，你不还好？等一下，我们不要商量，我选三二一，你们一起指就可以了啊。好，等一下，二一，所有人，他吧。这你们这纸我都看不出这个会坏吗 ？AK 是谁？我吃我饭量还好。周慧宇有，我也指 AK 吧。周慧宇两票。AK 多吗？你指你自己。太过了。刘翔，赞多两票。他昨天说，哎，今天我要少吃点，然后他把米饭塞那个碗里面，然后加人一票。你指谁？最近就肿了。原来是 AK 和周慧宇，那你们俩看起来很瘦啊。对啊，今天 AK 好胖啊。他可能吃他吃周慧宇吃鸡翅膀。一整个放嘴里，然后这样噜噜噜，那骨头就出来了，就这样。然后他吃饭，他吃饭，他还问可不可以压，懂吗？哦，这个人蛮能吃的，好实在的一个男团。他点驴肉火烧。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大家准备好啊？嗯嗯。然后。哦，这个我知道。哦，我知道。我站起来吧。哦耶。哦，哎，坐一起了，坐一起了，是我俩坐一起了，他们俩，对，你们俩为什么干嘛？哎，对，梅姐，梅姐，梅姐，来，你自己辩解一下，你自己辩解一下。我跟你讲啊，每次我有周雨啊，为什么？每次是你俩不注意，你俩两个人，对啊，是你，对啊，是，所以你俩分别是 AB 动最慢的。我们先算一下票数 ，OK。不，我们这个票怎么？我是不用算了，都是你，那是你，你俩。我是张在远，我是周冠宇。今天是他 ，OK， 他今天来了。他们是今天的，那不是班的，是先反驳的。大家说，那是不是你反驳？所以就是官方。因为我觉得这个提不来那个问题，就是因为就是他们现在按天分的，他不能就是按应该按一个大统的一个计划来。那还是你大统做的，加上创造营六个月都还是你。换个角度说，他们两个比较对自己比较什么精致吧，想要收拾好了再出门。我们长身体。那你可以说一下，他是你最慢。合理，我真的还好。你跟他。哎呀！那周冠宇干嘛那么慢？还好，他没什么。他就是睡哈。那你们俩互相投票一下吧，你们俩觉得。我肯定投他。你们俩说一下为什么？没有，就每次。我都会等他，因为每次我都会在门口等他。那你们俩就是，我真喜欢他们俩。有一次我等了他半个小时。好的，那你们俩就都是你们俩一起等半小时。OK OK， 没那么慢。没那么慢。谁平时最爱撒娇？三二一，投票。啊？撒娇。来，他俩来撒。没有吗？我没有。那我是 Ricky。啊啊！他没有 acting， 他没有 acting， 你们都没有 acting， 我没 act。小九，现在撒个娇吧。小九自己撒个娇吧，对。撒个娇吧。OK， 来，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这个是浩宇教我的。啊，是吗？三二一，好。因为在泰国，他是我们公司的白小白兔。是的，哎，什么叫小白兔啊？不是最小的吗？他因为他，我一直是最小的。他长得有肉感，他们两个有个，然后他的那个脸颊，脸颊很可爱。哦，他们经常会问一句话，就是是什么呢？然后他很白，所以我们公司叫他小白兔。哦，好。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好。谁洗澡洗的最久？谁啊？知道。啊，对。你米卡吗？知道。我们在创的时候，他洗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起步啊。我们两个小时起步。他们一整天，他一整天在那个洗手间。是的，是的。我们那个B栋的热水是，就是说它是一个水箱，就你洗一次够两个人洗。有一天就我记得就他在洗，我等他洗完我洗，他洗了好久，因为我说他洗完看我那个热水还有没有，就继续洗。但洗完以后那个热水就变成20度，我十度的热水。但是他有理由的。为自己辩解一下，为什么洗澡洗这么久？对啊，为什么？我开嗓子。No no defense。我想你用牙刷吗？放松。哦。放松。In shower， 所以我的 shower time very long。他一直在洗手间里面开嗓。唱歌是吗？而他边洗边打手机说：“我没睡了。”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啊，谁最爱？欧耶，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哎，怎么又是我？这个和出门最晚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出门太晚谁起不来？你越解释这个，就是这个床上有一种魔力。这个是周柯宇，周柯宇，这贵了。但是真的可以理解为家人说的，他睡很，他们在长身体 ，they are growing up。他有起床气吗？哦，对，没有，没有起床气。他们在一觉就起，那怎么会赖床呢？我不赖，哎，叫了不起，但他不生气，他就啊，对他真不生气。在那个创造营的时候也有点叫不起，我对对，超难叫，就是每次就是一定要就很用力推。我觉得在营里每个人吧，对，每个人真的起不来了。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谁？我没有 roommate， 最佳室友。我觉得这我知道，三二一，刘宇，最佳室友，肯定是吧？很干净。你们觉得刘宇最好的是？他帮你收拾屋子吧，我和他一个，这个就可以最有发言。好的呢。然后，他就是，但是我们应该说生活方面把我照顾得很好。对，就是我们房间有马瑞克，有的时候可能我起床的时候，然后我在那边刷牙，我刷牙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那边帮我铺床。哦，对，他很贴心。非常温柔。有时候因为我们通告也多，然后回家的时候东西多，回去的时候就会看到。回去就都收好，对，经常，基本上可以。这是我的爱好啦，整理是我的爱好。喜欢整理。对对，喜欢整理。厉害厉害。那你适合来我房间。那你看到他们很乱，会很生气吗？不会不会不会。你适合来我房间。你适合来我房间。你房间我就不敢去，不赖我的房间，另外付费。好，我们下一个问题，你们谁是熬夜冠军？三二一。Everyone。都熬夜，对，我知道 ，Mika、Ricky， 太能熬，都是。那你们在干嘛呢 ？Ricky 熬夜，看电影。说睡不着，就是说 ，You stay up and talk at in front of my room like at 4 every day。哦 ，4， 他们在我的前面。到大概凌晨四点，每天都房间门，因为每天他说 OK， let's party party， 他说每天 every day， 但是我们 only 说话，就有说话。我觉得很奇怪，就大家都那一天，基本上都是单人间，为什么能够知道谁是熬夜冠军？比如张家园，他就一直指我说我熬夜熬的最久，你来房间看我睡觉了，我就想因为有时候。直接他说，他工作人员有时候其实会半夜突然有计划改变，或明天要怎么样，大家都会在群里。OK， 看到我一看，哦，都还没睡呢，就是在群里都在回消息。我们 into one 都没睡。对，开玩笑，开玩笑。我们练习。我应该睡最早。哎，对，刘哥应该睡得最早的他。对，我每天都会出去说 Mika。Mika， 真的，没在叫 Mika， 静かにしてください。就要吵死了，就每天他们要 party， 他们就要聊天。以前他吵，那一对，还有晚上，就是我一般12点左右就准备。对不起，对不起，但是他们要聊到一二点。对不起，有一天大概四点多了，我睡着了，然后 Mika 来找我的房间，他敲我的门。然后他说：“哦，你睡着了吗？”哦，对不起。然后他骂我，我说：“是什么东西？我睡着了。”他说：“我错了，就敲门，没理由的就敲门。”对。所以你们有一个群对吗？对。那个群名是可以说的吗？是啥？可以。我们有一个群名叫万人迷。对。谁取的名字啊？谁起的？
就是今天我们在说周柯宇改的，周柯宇改的，改成了改，是我改的，对，但是这个名字不是我想的。我们那天说粉丝名，说要不要改？哎，对哦，对，很好玩。就是那天，我们可以好好商讨一下。对对对，私下商讨，我们下一个。好嘞，好的。平时谁最喜欢打扫卫生？刘宇。啊，谁呢？刘宇，刘宇老师为什么非常喜欢打扫卫生？你知道我是处女座吗？然后呢，我喜欢整理东西，比如说这个，哎，你看它歪了吧？给它扶正一下。就是这种，你整理完之后，你整个屋子就会感觉，就住在里面很舒服，非常干净，非常开心，然后一整个就。收拾完了之后躺在那睡觉，哇！哎，但是没有没有烟火气。他们说人就是心情烦的时候整理房间屋子会心情会好。对，看着舒服。是的，是的。他跟周哥也住一间，他还铺毯子，他把周哥也地下一起铺了一整个大。那天不是我们俩，对，他还帮我们两个帮他，就是他让你帮我铺，我铺完发现那个毯子铺满了整个房间，对，长了一堆草了心。那有什么整理心得吗？或者说教学一下谁平时？东西最乱，告诉他整理一下。最乱，最乱，最乱要选吗？这个确实。你知道他昨天干嘛在干嘛？最乱没有，没有，都很没有，都很没有，没有乱，没有乱，没有，对，大家都很整齐，都很干净。那我们下一个。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来投票。呼呼，三胆子最小。Easy to get scared。哦，手里玩一下。立完胆子其实不算小，他喜欢这么害怕。立完胆子害怕，我没害怕。或者你投谁？立完只是容易被吓到。你可以投自己吗？康康，可以。哦，对，我你一举胆子。他怕什么？那你怕什么？太怕什么？所有，对，所有。对 ，Scary Movie。你怕什么？比如说怕。我们是，我们那天在录一个节目，然后他们砰砰一直在。啊，是不知道为什么 ，Mika 也，对，Mika 会一瞬间的变脸，哎，喂，我，真的变变一个脸。那有特别害怕的东西吗？虫子，虫子，虫子 ，OK， 蟑螂，哦，Mika最怕什么？他害怕幽灵。哦，对，他喜欢蟑螂，谁是宿舍？谁是宿舍破坏王？投票啊！知道，哎，等一下，没有吧？你要破坏东西？刘宇，我破坏啥了？你要破坏东西？哎，我们破坏啥了？我觉得蟑螂，我举报，没有，每天晚上就张家人跑来叮叮哐啷，叮叮哐啷，拿锤子砸那个墙，咚咚。他喜欢组装柜子，对，他张家人是喜欢组装那些，然后他把那个机柜也拆，然后那个他买了一堆那个皮，然后自己缝那个东西，然后在那凿那个东西，我的妈呀，就是一个有生活情调的人，我感觉我在学习如何成为工匠，工匠精神，没有发展副业的，自己做一些皮具之类的，能发展副业，为什么做皮具？对呀，我很不，因为要搭配上他那张奢华的床啊，因为我看那个商人，明白了。可是商人跟你做皮具有什么直接关系？破坏倒没有，就大家都比较，我就是想玩不行啊。小心吧，因为公司其实配备了很多吃的杯子、餐具什么的，大家都比较小心。对啊，砸碎也说不定还有公司。Yes， 对，应该没有，不会分。哦，就是很慷慨，是我们汉子。嗯。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个环节，冲浪吧，星同事。在这里，你们依然还是要分成三个小组，然后你们每个小组会领到一个账号，然后作为你们担任新小编来进行今天自己的编辑工作，用自己负责的账号来发送微博，内容不限，大家可以随意发挥，可以是今天的感受，然后可以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们可以拿到新浪微博的那个账号。是的，你们可以拿到账号。哇，然后还是刚才的分组，我再为大家重复一下。Okay， 一组是刘宇、李默，我们可以拿到新浪微博的账号。二组是西汉多、米卡、张家园、周柯宇。三组立完、高清晨、尹浩宇、AK， 然后我们同时他们。上下电脑，我们四个，对，一组是新浪娱乐，二组是微博明星，三组是冲浪吧星同事。我们是第几组？我们是三组是吗？就新浪是账号吗？二组是微博明星。新浪，我的天哪！我们是最酷的组啊！你们是三组，冲浪吧星同事。对，新晋主编李默登场了，新浪微博。然后你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由谁主要来发什么？然后你们要先带上两个话题，一个是冲浪吧星同事，一个是户外
但话题怎么样？对，就是话题，然后可以吗？做什么？好，这是一节很好玩的讲座。我是用一个区工作的自拍，可以吗？我想自拍吧，可以可以。棒棒。想要自拍的同事给一下手机。我们也自拍一张吧。不行，不行，我们我选了。是新哥，我们哥，我的我写的就是一节很棒很棒的助理，不给。可以介绍一下吗？哎，可以的，就在那儿吧。好好，我就记录了，结束了，然后马上。哎，要再想点什么？来，我们要不要读一个教题？可以，跟那个啊，我们用手机吧。不行，是吧？我发那个微博，这个号已经被我们主办买了。I love 星吗 ？OK。打英文吗 ？I love 星吗？可以吗？快把第一条测试，然后我多发一点，然后发什么测试，你看好帅，当然好帅，发什么东西？可以发很多条是吧？对，可以。只能发一条啊？我们不怎么用电脑。那不行，每个人的最酷。最酷。好了，商量好了吗？对啊。是的，上的好的，你先别自夸，好帅，江江人。我的天，我拿到新浪微博、新浪娱乐的账号。别说话，挺帅的，真酷。小心一点哦，我的账号在我这儿。啊？干嘛？是一个猫。请问我们青鸟？最近有什么大事？我也想说。好嘞，点击发布。请问我们头？不行，来看碗相。什么人？you guys， 三多好帅，米卡好帅，张元挺帅的，周柯宇非常非常帅。要不现在做还可以补。啊。可以。好啊。好。哎，谁会拍 selfie？ 让我们拍一个。你管你会拍 selfie？ 哦 ，selfie 这个。哎，我们就从那边的，哎，灯亮在前面。现在是十一点分辨三组，然后三组每个人哦，这样一遍就是拍的。迅速吗？来稍微玩一会儿，跟你们说一下他们干嘛。一个三组，然后每个分了一个微博大号，分别是微博明星、新闻明星、都有都有，发现同事现在正在发微博。这样，我得观察一点。好，这个我上来了。这还有两个。大家加快自己的大家进度哦，加快啊！对呀、啊，当小编如果发出慢的话，啊！我何德何能能拿到新浪娱乐的奖？好 ，Hello everyone， 长久长久。大家都发完了吗？发完的可以示意我一下。是个什么文案？好的，我想个文案，就是。可以，我很帅。这张好像最。入职人员。This one, I think is OK。你可以来，你说个来自小编。入职人员。我太可爱了。林墨负责这个入职人员，现在小编是林墨，主编林墨吗？对，就是哎，我怎么艾特，就是艾特一下一万。那边是主播周哥有艾特的谁？你走开，你走开，大家来接，对不对？
完了，我不知道我的名字写的干嘛。千万莫，谢谢。还是比较完美，比较操作。好。那边是主编黑黑对吗？这边还在。哎，三位主编，你们那个你用那个杠杠啊？杠杠的。这个杠杠，杠杠在哪儿摁呢？林墨，你打啥？主编 AK 已经发完了吗？主编 AK 在配。OK。好的。冰了。哎，我知道。这样这样对吧？对，然后空格。哎，你来，哎，你的腕呢？笨了。你的腕呢？你们一会儿最后一个发完的人要接受什么？对。发完。主编还在。主编还在。墨墨。哈哈哈。我来看一下。我先保持。快！我给大家插表了。等一下。快！插表了，再给你们三分钟。八百标兵分。好吧。等一下。加油哦！哦，三分钟。好嘞。说什么？入职呢？你还放？发现我看一下。对对。正式入职。对。新郎入职人员。你就把这个去掉，说三个人后正式入职就行了。Oh my god！ 刘一是 rapper 了。正式。我的妈呀！大家可要小心了。行。能用手机编辑吗？用手机编辑吧。加油，三位主编。你这个打字速度，网速怪网速不行是吗？对。可以。OK。我来打你面，我来打你这个打字。大家可要小心了。OK。我可以会打我的。你这点发布吧，这点发布。做个抽奖。可以点发送吧。发送。抽奖，转发。我想。哎，我可以。可以再发布成功。No， 你小李先。我们没有钱。转。不可以，不可以。转发。奈。抽。那你。啊，一个吗？你怎么按？哎，刘宇，我可不可以开玩笑？哎，没有。可以吗？我趁迟了，被魔影看见。不会，这样不会打字表发送一位送。没关系，兄弟们，我们点谢。主编回转加油，快！人家 AK 都被拦住了。这样，看一下，就这样了啊。发完了，你们是最慢的，接受惩罚吧。然后图片怎么说？我们惩罚他们，我们 punishment 他们，可以吗？高仿一下，美食给我们吃。只想着吃啊，兄弟。开始点菜。我哇，新浪娱乐的账号在我的手上。然后你等我把图发过去。我要掌控整个。你们不能出去一周。好帅！你不要完成第一个。哪个是你？给我手机。第二个。手机给我，我要回你。我的手机在哪？搜不到图片呢，你觉得？我来，网太慢了。这边我来，然后我拍个视频啊。OK， 这是别人微信。有了，别人微信，你等一下。然后你把它存到桌面就行。你等一下，我把这个。我知道，我来帮你，没有关系，我来帮你。不的，你要我。网速的原因。别打架，好不好？别打架。然后你把他传下来。你给我删了干啥？我们是哪个？右上角对。连储存。你给我打架。桌面呢？踩着我鞋了。桌面。对不起。储存到桌面。然后又在。储存到桌面。林墨，你要拍林墨拍。快点上。那我觉得我的音好帅。好了，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发完自己的微博了。麻烦，再确认一下文案。转发一个新链接。我们赢了。那这样吧，我们现在新浪娱乐的微博在我的手上，图片还没上传。哦，没事。现在在我手上，我觉得你看，现在我可以就是。好多粉丝啊！哎呀，好多粉丝啊，好多粉丝。但是没办法，现在这个账号是我的了。哇，他发了好多条微博，多少条？发了好多万。哎，你别点，不要传图片，你别等他搞完。发布。
你点啊！我给你，这发不让我要点好吗？你的图片传上去了吗？网太慢了，可以了，点吧，来了吗？点这个吗？点发布就行。哎，这样吧，我们 AKB 组哇，我不能进。自己刚才的发博理由就是为什么一条微博？我们发的微博是新浪娱乐的这个微博是我发的。我们在这里学到了，还有啊，哇哦，你看，发白冰冰，发北坡，可以点赞吗？可以点赞吗？奇怪的东西，摆了摆了，变了变了变了。哎，我也点个赞了。哎呀，非常棒，中文课是的，好玩吗？喜欢这个环节吗？喜欢。所以我们说 I love 新浪。有一种你们真诚。哎，这个账号可以同时持有吗？不用那么复杂。他们也是用的新浪，为什么可以？他们是另外的账号。哦，只有我是新浪娱乐。那李梦主编现在介绍一下自己刚才的发博是为什么？刚才发博我们经过了小组讨论之后，设计出了1000个方案，然后从中选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有史以来应该是新浪娱乐里面最满意的。哎呦，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种放浪不羁的感觉，有一说大家可要小心了，很放浪不羁。然后呢，我们同时加上了一个抽奖环节，送一个垫垫。当然了，如果你当真的话，那就是你的。你后面加了个不是，不是，不是，那大家阅读理解啊，阅读理解啊。如果今天都是理解的话，小哥回去那个阅读理解重新做一个，重新考一下。对。好的，那个周科宇主编介绍一下你们组。好，我看你的体验卡到位了吗？你的体验卡，其实大家发的都好有意义。我们这个就是介绍一下啊，大点声。是吧？他那上面有时间的。我们的文案是赞多好帅好帅，米卡好帅好帅，张家元挺帅的，周柯宇非常非常帅，此账号已被突然占领。大家好，我是突然来自新浪娱乐。这一条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有营养的，是特别有营养，就是说了一句我长得还行。但是我觉得就是想传递给大家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好，就是我和大家关系都特别好。妈呀，这那个先大写，大写。然后我们在下面有评论，就是赞多自己用电脑打了中文。哇哦，最近我故意打了中文。哇，我也可以，因为装作业的时候。哇哦，哇，闭嘴！因为装作业的时候我们没有手机，但是现在有，所以练习。太棒了。对呀、啊，好的，那我们刚才这三个小组里边 ，AK 是第一个完成的。那 AK 这个组呢，就是你们可以惩罚两个组，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想怎么惩罚 ？How do we punish them？ Punish us， 宝贝们怎么做？你们想怎么惩罚他们？我们 be careful。可以罚他们唱歌跳舞，你们讨论一下。哎，我觉得赞多，我之前看过赞多跳女团舞，跳的非常好。赞多跳。看赞多跳舞，来女团舞，对呀的，可以，可以，赞多看女团，为什么他们三个人发完了，要赞多一个人来？哦，是的，哎，我有道理，我想看周柯宇跳，赞多已经跳过了，跳过了，去女团舞，女团跳过了呀，女团，哦，我想看他们跳舞，太过分，这样吧，让他们三个人，我们一起闯，发九宫格吧，发九宫格，用女生的感觉。哎，这可以。Into One 吧 ，Into One 吧 ，Into One。他们都跳 Into One 的舞，然后用自己的感觉，对对对，女生的感觉，跟女生的表情，女生表情。那你们一起吧，一个动作就可以。加油！是我们，我想他们。谢谢。不是我。唱，你们帮着唱一下吧。好了，谢谢你们。先接啊！我们不用，我们好了。谢谢，好的，准备好了，你们可以开始了。来了，我们要开始的，你们要不要帮忙唱一下？唱，对对，来，还是要我帮忙放？唱是什么？就放一下吧。来，音箱的，加音箱。开始你们的表演，欢迎您的 ，OK 吗？欢迎您。我可以什么？还是没开。哎，我们来哼唱吧，就当当当当当当。OK， 我们来唱，你们来跳。OK， 唱歌是这样，觉得很好笑，怎么样？好，我们哼。Hey， welcome。
女生的感觉。开始吧，不要了，一直来一直。From the head， 有你的。我们先听一下。好，我们准备好了吗？开始表演。女生的感觉。三哥，准备完毕。完毕。开始。Girl,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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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 Come on, dance. 哈，三哥。我的隐藏任务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三位成员击掌三次。这个好简单啊！是什么意思呢？你都分别和谁击掌了？记得吗 ？High five three， 记得吗？你是坏人。好。他是坏人，他的很骗我。我觉得他是一个好朋友。但是他是他的任务。好的，那我们的刘宇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那我们接下来赞多，你的隐藏挑战是什么？是李万寿 ，like， 哎，日语、中文、英文，一句话，但是不可以。太难了，太难了啊！不，继续，对呀。那一会儿你要接受惩罚了。好，你先。那立完的，让赞多掉哦，成功了，成功，哇，厉害，难怪我说刚才那么起劲儿。对啊，立完刚才都不怎么说，从来没见过赞多跳舞，从来没见过。你把 mission 也选了，好吧 ，Mika。完成了，对，完成了。那我们 Mika， 你们说，你很帅 ，Jimmy， 我很，所以，我没说了吗？不说了。你说 ，On this Weibo， 我发微博的时候就可以我帅 ，So few people。厉害呀！我说怎么那么奇怪？我知道了，突然一下，我对啊，就你们想说什么？衣服哇！我的任务是对任何一个成员唱，你既不要嫌弃我 ，No！ 但是他说任何一个人，但是我对三个人了，可以好玩，超过了，超过了 ，Ricky， 我在想为什么他 Patrick， 然后还有刘宇。好开心呢，你优秀。林墨呢？我今天是我对三个人说，你今天才是英特曼的颜值天花板。但是你没有完成，因为被张嘉佳发现了。哦，发现了不算，发现就不算。对啊，就是就是。学的，还就是回战。哦。我觉得我的这个太难了，让我对一个人旁边就是叫哥哥。好容易啊！对呀，如果是我很容易，哥哥。怎样的？哥哥，我叫别人哥哥。好容易啊！好久。你叫哥哥。I never。所以但是容易被发现，如果有没有来一个？好的，停，那家园的呢？明白。也是啥？我忘了。啊 ，OK， 公布一下。那个惩罚，你们能跟我说一下啥？看我偷摸是不是不小心完成了？你的是公主抱，就是你的讨厌。公主抱，他这好难。他这个应该是最难的，很突兀，就是而且他忘了。嗯，哇，这个很简单，就你把别人搞掉了，但你又没完成自己的，不愧是你。哎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辰未到，报应就到。你想你这个刀有点大，你砍到别人。筷子兄弟，下一个是严浩宇。我觉得我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不成功。就是。是一个东西，他们其实说，但是今天没有人说什么。你好可爱。一个人吗？我说了一句，我说他很可爱，但没有说你好可爱。那我们那也对吧？也对。那这个那就惩罚吧。
算吗？大家要算吗？惩罚，惩罚，惩罚！我每次在不算，我很可爱，对吧？不算，可以是 no， 没有。他每次你知道吧？他就他要很作的看着我，很可爱，我就 no。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做一个啊，在在，就看出来是任务了，然后就没有让他得逞。我想吧。好的，那我决定算他完成。好 ，OK。可惜，谢谢，行行行。周慧宇的是我的好像是让任意一个成员叫我弟弟，成功了吗？哦、你是我的哥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就过来玩一玩了。咱俩是反的，对对对，失败 ，AK。我真的，那我的是，小心，然后就过来。是拿着，是你拿着他的手拍，我拿他手拍的，那不算。啊！这不算吗？不行，你这个你没有，凡是没有写在规则上说不行的都不算。没事，说我们的，你输了。我算就你现在简直成优胜大决定。你现在是，你现在是在别人的地盘，最终最后在别人地盘完成了。好，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道具拿上来了，就是赢的，刚才赢了自己的环节的朋友，可以每个人拿到一个零食礼包。哦，啊、零食，零食，好、哦，可以拿。是的，然后，分一下，小九的，小九赢了，分一下，那边零食，那边也分一下。就是那个袋子，一人赢的人一人一个吗？对，一人一个，赢了的人一人一个。还有谁装进去的人可以带走？我没有，没有，我在这里。没有这种东西，自从咱们输赢了都是。大家拎着就好了。愿意让输的成员也获得一个吗？愿意。不要，我不要的。谢谢刘宇。愿意。输了的成员，我们先接受惩罚。我不要呢，真的是。愿意。旺仔，旺仔。但是输了的人也要接受惩罚，那赢的去拿一下。那输了的人、赢了的人愿意跟陪你们一起接受惩罚吗？不愿意。我们是这样，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你们要从这个道具箱中挑选自己的道具，赢了的人先挑。赢了的人先挑，赢了的人先挑，因为我们那个道具是不一样的。惩罚我们的道具由赢的人来挑吗？不，赢的人先挑道具，从这个箱子里挑。抽哪？谁没？选吧，大家来选。然后这个是输了的人，我可以选给他们吗？也可以，赢的自己挑一个。我们选给他们。自己吗 ？For yourself。哦，你先给你自己选，赢的人从你手里这个箱子拿，输的人从后面那个箱子拿。哈哈，都要带，输的人，大家都要带，是赢了的从小九的箱子里去，输的从后面。哦，我觉得很适合啊，对，我也觉得很适合，谢谢，试一下，谢谢。可以可以，你要哪个？拿这个吧。小九给大家往前传一下，抑郁公主。哎，是吗？这个是赢的，是赢的，是赢的。你也输了吗？哈哈哈哈哈！戴眼镜是一起。米卡还没选，米卡还没选。已经有了。米卡，你俩吧，筷子兄弟来。Oh my god！ 小燕子，小燕子输了。还有谁输了 ？The lose。反了。反了吗？反了。米卡，你要米卡，你要选后面那个箱子里的。紫薇，我选择可以倒倒你，你能累到天边去。刘宇还没选，好，选了，选了。OK， 你算。哎，算他。漂亮。啊，好丑啊 ！Bro， 谢谢你，谢谢。你也很放神，谢谢李梦。好，大家都选好了，就带好自己的道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回去收拾。全场最佳。嗯。哈哈哈哈哈哈！你好，下一个著名的歌手。哇，可以。还可以呢，这个回合，我要拍一个selfie。陈可宇，唱一首英文歌。什么？头都到嘴里。哎，我想听那个。我觉得这个吧，这个给。带好我们两个。OK， 给我这个。这个姐姐，带好一个可以吗？觉得很可爱。这个很 guys。哦。Take a picture together。OK。去发了，发了。OK。
个好帅、啊。会吗？会。老师说还有那个眼镜、墨镜。墨镜。你在那个蓝色箱子里。有没有什么？蓝色的 box， anything in the box。谢谢 ，OK， 辛苦了。这一句呢？第一卡，这个第一卡给小姐姐。Rich guy， rich guy。Sorry。建东，我们期待建东 master 的眼镜。大家说弄好了，可以就第一排可以离得近一点，然后第二排稍微再看一看到他那个。你这不行，没事没事，大事，这是我的。来，好，大家往第一排稍微近，离得近一点。尿尿。我第二排的稍微往前探一下身，头后退。这样可以吗？我戴这个是。来。对。啊，我没有镜子。来，看我这里，来，看我这里，来，一二三。绝美。再来一张。英莫林莫。我好瑞，我们都很好。林墨，要不然你单独拍几张？我觉得可以。都看我。林墨墨，看你。好难啊，这些 pose 都。OK， 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所有的环节就都结束了，谢谢。谢谢，谢谢，观众说一下再见。拜拜。我们把这个走吗？唱一首歌，谢谢了，喜欢的人可能是。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and I gave it to you next day. 然后，我们晚上的还有一个合影照片，拍一张正常。再见，再见。然后老师可以往下坐。比较熟，怕。